这是点餐区，开不开？中间呢这一溜是吃饭的。我们来吃个乌冬。这个卤肉饭很好吃啊，卤肉饭，还有这个是红薯。焗红薯，还有这个儿童水饺，小朋友很喜欢吃哟。这个乌冬面啊，你看，很粗很粗的乌冬。嗯，味道超级棒。还有这个福袋。还有这个鱼饼。好吃，拿那个福袋。亲子餐厅的乌冬面，小怪兽亲子餐厅。哎，快吃完了。来吃饭吧。这卤肉饭也超级好吃。全部吃光光，其他的几个盘子被收走了。